带领一年的特助许特助，哎，特助好，还有前任的校长啊，黄校长，校长好，前任的校长吴秋校长，校长好，前任的校长陈校长，校长好，新国中张金龙张校长，哎。李会长，哎，在旁边有一个，还有洪仁中吴校长，还有蔡建峰蔡会长，哎，校长好。我们恭喜李国龙校长，还有方金枝会长。校长好，会长好。还有新华中学郭玉腾郭校长，还有胡伟明胡会长。校长好，会长好。大同国小吴校长，还有庄会长。嘉北国小赵校长，还有苏会长。校长好，会长好。还有玉莲国小吴会长跟杨会长，哎，吴校长跟杨会长。校长好。新家国小朱校长跟杨副会长。校长好，副会长好。还有宣信的郭会长，哎，宣信国小郭会长，哎。还有辅导会长，辅导会长好。特教学校许校长，哎，许校长你好，哎。还有几位，还有嘉义市工会理事长林文章林理事长，还有教师会理事长孔理事长，理事长好。还有庄幺里张里长，里长好。还有胡安林我们的吴里长，哎。还有西平里黄里长，里长好。啊，黄会长、陈会长，还有议长，啊，各位来宾，欢迎大家今天的莅临啊，感谢大家。啊，今天是港民国小108学年度以及第13届啊，现任会长跟。现任的会长交接，啊，今天非常高兴，那也感谢现任的黄会长啊，辛苦了一年啊，来协助学校，那也感谢陈会长啊，愿意承担啊以后的一年啊，来帮忙学校啊，继续为学校来做一些服务。啊，今天请代表港民国小所有的亲师生啊，欢迎大家，谢谢大家。陈复兴会长、校长、议长，各位贵宾、各位老师、各位家长会的朋友、各位志工好朋友、各位小朋友，大家好。会长好。欢迎大家，欢迎各位。谢任会长来支持的，我来讲话，我所以我们尊敬的哈，阿兰东哦，谢任会长的支持哈，跟阿兵哥的头发一样越短越好，所以我不要讲太多。我感谢哈去年那段帮助我的人，帮助这个学校的人哈，那也特别感谢复兴会长哈，在我之后接下家长会这个重担啊，那希望港平国小未来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多人想要一组了，但是也没有办法了，顶多只是示范而已了哈。好，我的致辞就到此结束，哦，很短的哈，感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会长，请议长帮我们签交，谢谢谢。
们国民党的候选人，还有现任的黄会长、新任的陈会长，现场的我们的顾大伟副委员，还有刚刚看到李忠义议员，各位学校的校长、会长，还有包括后面哈，我跟那个陈辉小姐、六星他们在青菜会也好，在各个同龄团体啊，常常有他的表现。那当然，由他来担任我们新任的这个家长会长，应该是可以，在历任会长对学校的特殊妇女照顾一下，应该会更发扬光大。那也感谢历任校长会长对党的国家的付出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谢谢大家。我们谢谢议长，掌声欢迎顾大伟议员。谢谢我们的美丽的主持人，我们的新主任啊。然后我记得行程排的自始是在很后面，怎么突然就变成是我了？谢谢我们主任的安排。那大家首先问候一下我们的校长、议长，还有我们的副议长，还有我们的黄校长，还有我们吴校长、邱校长，还有我们的那个陈校长，还有那个李忠义我们的荣誉议员啊，还有我前三位的黄会长代表的那个黄清九会长所代表的嘉庆山的社会，然后我们设计公司理事长，我们的那个黄老师代表的那个我们的设计公司的成员啊，还有我们都是棒球协会，那还有我们早上热爱运动的亚洲羽球队那还有我们各个学校所有代表，还有所有的家长会成员，还有老师，大家晚上好。那刚才我们会长说，现任的会长要跟阿兵哥的头发一样短的那我比他长一点点，因为我刚上任而已所以不能讲太长。那在这边我有三个感谢我第一个感谢，我是要感谢家长会，我在这个家长改名家长会的那个热烈的大家愿意付出的情况下那最后有小弟来为改名来付出那我非常感谢我们家长会，那尤其要感谢的是我们的黄政委会长，还有我们廖建杰副会长因为他们的承担才有今天小弟可以站在这里，当然还有背后我们家长委员会所有人的支持当天休息大概休息80%的所有家长会这些人，在这边深深鞠躬感谢他们然后第二个感谢当然就是要感谢我们的学校因为这几当上了会长大概可能这一个月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不太熟悉，因为过去我都只有参与，然后没有太了解太多的事情。学校大小的事务，说真的我并不熟悉，所以可是每个主任、每个老师都很愿意帮我，有大小事他们都会第一个来告诉我，然后校长也不断的会来安排我说什么事情大概怎么做。我非常谢谢学校的主任、老师还有校长。那当然，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新商会的，我的新商会，新商会是我出社会以后的第一个社团。那在所有的一切的历练下，才成就我站在这边。那我非常感谢新商会带给我的所有的人生的历练。然后新商会也告诉我们，服务人群是人生中最崇高的工作。那我秉持了这个信念来担任家长会的会长一职，我也会一样再来服务我们的港人国小。那最后当然不能忘记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公司的员工甚至是他们辛劳那坐在后方的我公司的成员，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太太跟小孩没有他们在背后的资源，我也没有办法可以从家里然后公司跨出来为学校来做一些服务以上谢谢大家，然后祝大家今天的那个没有晚宴的过程愉快，谢谢。准备。
我们谢谢港平的干扰委员会。开箱文。有我看网路吗？请两周女球队准备。好，没了，来，我讲。